Hello， 大家好，我是木组织那个只说中话的美妆博主。我又感觉我的布景很不一样，我已经搬了新家了。就这个房子的布置都是我亲手弄的，回头会单独给你们出软装的分享。现在的时间给你们看一下，是凌晨的1:08。虽然已经很晚了，但是我还是想说要来给你们录这一期视频，告诉大家这个月的20号晚上7点是我人生中的第一场医美直播首秀。就回到为什么我要选择在凌晨录视频，不是为了告诉你们啊我工作有多么多么辛苦，多么多么努力，而是想告诉你们，只要在脸上花够了钱，就算是天天修仙，这个皮肤的状况还是会很好。这一期呢，严格来讲它算是一个预热的视频，但我也希望把它做成一个科普视频。有一丢丢长啊，这次医美的直播呢，我们筹备的时间是超过了以往任何一次直播的时间。因为医美这个东西呢，我们不仅仅说是要看资质啊什么的，我和我的小伙伴们还要到合作的医院去体验项目，然后还要等一段时间看到它的效果。今天这一期呢，我就给你们推荐几个我自己做过，然后我觉得效果非常非常好，性价比也高，这次直播你们可以拍的项目。首先第一个万能无敌入门级的医美光子嫩肤，这是一个价格便宜、对皮肤刺激性低、门槛低，而且几乎可以说适用于所有人所有肤质的入门级医美。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这个项目首先它已经进入中国20年的时间了，大家都知道医美这一行水很深，但这个项目呢，它的水分在这20年的时间里面已经被榨得差不多了。基本上来说，它的价格也是最友好的。光子嫩肤它的原理呢，是利用特定的宽光谱采光去照射皮肤，起到一个去红、消除黑色素，包括杀菌消炎，刺激皮肤的胶原蛋白再生。这也就意味着呢，你可以通过这个项目来实现去痘印、去红血丝、祛斑、提亮肤色、收敛毛孔，包括抗衰等等等等，就几乎你想在医美里面达到的功效它都有。像我自己脸颊上面本来有很多的小雀斑，打了2次光子以后几乎已经看不见了。而且光子嫩肤对于怕痛的人来说非常的友好，因为它的痛感是所有的医美项目里面最轻的，而且它是属于一个不破皮型的医美项目，所以它的恢复期呢是几乎没有的，正常你做完第二天就可以化妆。所以说对于广大的不管是医美新手还是老手来说，光子嫩肤都是我一定会推荐的一个项目。现在正常的第5代或者第7代的光子嫩肤呢，在3甲医院打一次差不多在1000块钱左右。这次我直播给你们上的价格是399，而且是全模式的哟。也顺便给你们科普一下，光子嫩肤呢，它在业内是有分为全模式和单模式的。全模式呢，就是如果说你们有打开过那个光子嫩肤的仪器，你会发现它里面有很多很多小格子，就像遥控器一样的东西，它们是不同的拨片，然后不同的拨片呢，它代表着不同的光谱，也代表着不同的效果，有去红血丝的、去斑的、去痘的。全模式就是指医生他在治疗的过程里面会根据你自己的皮肤状况和你的需要去切换不同的拨片。如果说你们打全模式的时候，医生在换拨片的时候他都会跟你说一下，比如说哦我们现在要开始打红血丝的模式咯，或者说我们现在要开始打祛斑的模式咯。而单模式就是指他只用嫩肤这个基础模式给你全脸打一遍。其实这些都是医院区分价格的一种手段，光子嫩肤这个仪器也不算是天价，多换几个拨片给你打呢也不费钱，但有的医院他就是不给你打。所以说你们以后自己去做光子嫩肤的时候，如果看到特别低的价格，一定要提前问清楚它是单模式的还是全模式的。这次呢还会给你们上瘦脸针，也就是所谓的肉毒，大脸女孩的救命神器。我现在的情况是我每半年就会去补一次肉毒，但是你们不要惊讶啊，这是明星和网红的一个非常常规的操作。而且其实你们真的不用担心就是打肉毒什么脸会垮、会凹陷啊之类的问题。如果你脸被打垮了，只能证明给你打的那个医生他不会打。我上一张对比图给你们看一下我瘦脸针最巅峰时期的效果。要知道我现在这个时期比我当时那个大脸时期还要胖大概10斤左右。肉毒的原理就是通过神经性的毒素来让你的肌肉松弛，它能达到一个瘦脸、瘦身还有除皱的效果。对，我来给你们看一段官方介绍。我自己个人对于肉毒的应用还是蛮广泛的，因为我不仅仅是打了瘦脸针，我还打了瘦肩针。这瘦肩针主要就是消除你这2块斜方肌，因为有的女生你看很明显它这个地方2块是鼓起来的，就会显得整个人很虎背熊腰的那种感觉。打肉毒可以让这2块肌肉消下去，视觉上呢也会看起来你整个肩膀更加的消瘦，而且会显得你脖子很长，这样子马上到夏天了穿吊带啊、连衣裙什么的也会很好看，就不用去硬凹直角肩了。我自己是觉得我这次打的效果真的是很好，就这一块线条现在变得很漂亮。讲真，瘦肩针这个东西啊，跟你们说，基本上95%以上的女明星都一定会打，因为她们经常需要穿晚礼服，而且这2块肌肉又不是说靠你减肥可以减得掉的，从虎背熊腰到天鹅颈，有的时候就是这一针的效果。这次的肉毒呢，我们会给你们上好几种规格的，这种可以打瘦肩和瘦腿的200单位的恒力，它是国产的肉毒素，价格会比较便宜一点。你们拍200单位之后，可以自己选择是打肩膀还是打小腿，200单位只要1980块钱，身体部位打恒力是完全没有问题的，非常的安全。其实我自己连脸部都是打的国产的恒力，打脸部也就瘦脸针，一般我们是用到50到100单位。这次我们也给你们上了100单位的恒力，秒杀价格是999。你们知道我刚刚入坑医美的时候，不到半支的恒力被人家收了5000多块钱，我太难了。
如果说你们打面部想要谨慎一点的话，也可以选择薄妥适，这次是给你们上了50个单位的薄妥适，进口肉冻嘛，价格就比较贵，50单位的薄妥适价格是2680。我的新商务小熊，他是一个男生啊，他这次就是去医院体验的薄妥适瘦脸，很明显，他打完半个多月之后，我在见他的时候，我感觉他脸整个小了一圈。但是我个人觉得这次薄妥适的价格不是特别有优势，所以你们拍不拍都行。那如果说你们脸上有小细纹，你们想要去皱的话，像川字纹呐、抬头纹，还有鱼尾纹，你们就可以拍薄妥适局部去皱这个项目。这次是 Nico 体验的这个项目，原先他笑起来就是眼角有很多的鱼尾纹，但打完一针之后，现在他就算是使劲的去眯眼做表情，都挤不出来鱼尾纹了。我自己因为习惯性的皱眉，所以我眉头中间有个非常严重的一条这样的川字纹，我也是打了一针肉毒在这边，现在这个纹路已经基本上看不见了，而且我觉得我的眉头整个舒展和放松了很多。你们打肉毒啊，不管是打除皱啊还是打瘦脸，都完全不会影响你们做表情，不会让你脸变僵的，你们放心。局部去皱这个项目给你们秒杀价格是880块钱，其实跟一瓶大牌护肤品的价格差不多，但医美它跟护肤最大的不一样就是它能短时间让你看到一个非常明显的肉眼可见的效果。这次还有我之前打的你们非常感兴趣的嗨体去皱纹，其实我之前已经科普过了，但是还是有很多人问我嗨体是什么。其实嗨体是一种类似于玻尿酸的东西，但它属于非胶联质玻尿酸，也就是说它里面是没有玻尿酸的胶联剂的，这种成分能够起到一个填充细纹的作用，而且它也能刺激你本身皮肤胶原蛋白的再生，也有抗衰的效果。因为我之前就是遗传性的颈纹特别特别严重，我们全家的女生都有颈纹，几圈了在这个地方。我目前是打了一次，你们看一下这个效果，我这是高清相机啊，是没有美颜的。那我的脖子上就隐约一点点的纹路，就基本上正常社交距离看别人觉得我是没有颈纹的，效果太好了，感觉我会打一辈子。这次小花也是体验的这个项目，她之前颈纹比我深，但是我觉得她打的效果比我还要好，现在也是看起来颈纹很淡很淡，而且我打完之后就是明显感觉到我脖子的皮肤变得又白又细的，不信你们摸摸看快点。而且这次嗨体的价格真的好便宜啊，嗨体的 1.5 加 2.5 一共加在一起只要2299，我是自己在我们合作的医院自己掏钱打的嗨体，还花了2800多块钱。我现在发现这家医院真的不会做人，我都是他们的主播了，也不知道给我个直播价格。这次还有秒杀的润月雅的技术水光针，它是一个纯补水的水光针啊，不像菲罗嘉什么的还有美白的效果，但是它的价格超级便宜，基本上你现在去团购也要500-600块钱一针，我们直播间只要399。还有现在最火的第五代的热玛吉，900发的只有几个城市有啊，全部都是官网认证的。现在900发的第五代的热玛吉至少也要卖到20000多，我们这次直播间只要13999，就是打完你的脸噔。这次还会给你们上我最近新做的一个项目，就是祛痘微针，它对祛痘、去黑头还顺脸毛孔都有非常好的效果。刚刚录到一半去发了个呆啊，快2点钟，不是，但是有点困哈。赶紧结束，告诉你们这次直播呢是20号的晚上7点钟在我的店铺，老规矩19号的晚上7点钟呢也在我的店铺会有预热直播。好了，以上就是今天视频的节目内容，如果喜欢我视频的话记得关注我。